在里沟里屋里咱们地里面捡，有气味的小雾了，不是雾霾。这干锅就烤不焦了，他跟我们烤了而已，烤鸡了。嗯，看着吧，葱油饼。老大饼，煮鸡蛋这个是，烤肉，烤鸡子，哎呀，嘎子嘎子，我说哪不来呀？俺这字，俺这字写写是俺你一杆挑，烤肉就把那一杆挑，一边留一边把二边二边儿。水卖了？哦，对。又换你了？哎，可以。收哪个了？多少七个？那上头有没有这个有上头吗？不就给他瞎抓了。那个给猴儿叼子的。还该好吃不好吃葱花饼，好老老点哎。那叫葱花饼，菜也咸，对。挺好吃。这啥可啥呀？小饼菜。这就是。桃子。小饼菜咋办？饼菜菜的。饼可烤好了啊！吃人大油不大。小吃就烤好了，那丝饼蛮好吃的。嗯，刚才南瓜上啥水果了？再拉点儿，哎，还装过去了，俩表弟也多啊，吃菜这个些菜，他也吃的表弟是不也大吧？蒸后它这就会有血啊，别搞生意思看看这看这这饼子不敢给你打豆腐吃吃吧，一块吃就得了俩人，咋个算了？都是你的。尤其咱辣椒条好吃。
子啊，你不走过，那好着。还得掏。嗯，又一掏啊，我给大哥再喝呀。他掏，把脸掏掏在我喝。喝不着，掏了。你大哥不来了？喝完，烧的喝水了。